1958年，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在大跃进的高潮中，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发展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，热烈庆祝人民公社的诞生。在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指引下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人民公社犹如烂漫的山花，开遍了祖国大地。春雷一声震寰宇，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，像初升的太阳，放射出万丈光芒，照亮了全国农民的前进方向。水连着天安门，毛主席是咱社里人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敏锐的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，热情支持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。毛主席不辞辛苦，风尘仆仆深入农村视察人民公社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，您最关心咱社里人，千家万户您问暖，防旱排涝您挂在心，春耕夏锄您全想到，八字宪法您亲手定，您领导我们办公社，您是咱社员的贴心人。亲爱的毛主席，我们的领路人，您迈着巨人的步伐在祖国的大地上前进，您的脚步震动着整个祖国的土地，震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您的脚步带动着我们的脚步，沿着公社化的大道飞跃前进。毛主席，
您教导我们，粮食要抓紧，布匹要抓紧。您最了解人民群众的心，我们一定响应您的号召，把粮棉种好收好，解决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。最红，毛主席最亲，山山水水您走遍，祖国大地一片春。跃进的红旗您高举，人民公社万年青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浑身是胆，满身是劲。您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，无穷的智慧。我们一定要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，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画最新最美的画图。亲爱的毛主席啊，我们一定高举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，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，胜利前进。